Tampines 本来是一个乡村的地方，到处都是一些kampong。在这个四十年的当中，我看过居民的变迁跟这个庙宇的迁移。现在呢，我们所看的完全不同了，已经是一片都是植物了，交通方便，学校等设施也是齐全。有的时候碰到一些朋友，看着他们过着比以前更好的生活，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值得。许连发先生那一代为了建国出了很多力，对区内的大小事务帮忙很多。这几十年来，我们的进步是由大家的努力，我想只要大家继续努力，我们也会过得更好。